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二百一十四面，二百一十四面，我们从第六行看起。 从第六行第三个字啊看起，嗯、今法藏菩萨在请曰：“非我境界，情佛广也，即是外莫诸圣也。”君帝师曰：“此乃法藏菩萨。” 自开他列门也，此于道破尽宗玄微，事成尽宗为他力法门、嗯。昨天我们学到此地，今天还把它念一下，下面才接得下来啊，才可以接下去、嗯。这一段呢？ 法藏菩萨听了佛的开示之后，实际上这问题是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他懂，我们凡夫不懂。不但凡夫不懂。 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也不同啊？为什么那个佛是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佛啊？真佛呢，在华严经上，原教初注以上啊，破一平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这是真佛。 这样层次的人呢，能听得懂。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一点，是因为大乘经论常识熏修，啊，也能够体会，不再怀疑了。可是这个呢，这叫解悟，啊，不是政悟。我们自己没有证德。 觉悟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升起信心，升起愿心，现前得不到受用啊。如果是正物，它真的受用，确实入佛境界了啊。重要的，尽宗是二利法门。 特别着重啊，他力，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啊。这几句话是他力的缘起啊。为什么敬宗啊是他力法门？此地说出来了啊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敬宗所以能三根普被。 一生成败 <coughs>。前面我们看到过，无尘其如暴徒？比这个讲的还要彻底，还要究竟。啊，此地讲三根，也就包括了无尘。三根，上根。 中根、下根，那么细说呢？上根上面还有上上根啊，这三根呢也包括在里面啊，有上上根，有上根，啊，上上根人很少。 啊，确实不常见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现过的，释迦牟尼佛是上上根，啊，他有能力将妄想分别指出。 同时放下，这不是上上根人做不到啊！啊，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唐朝时候啊，禅宗的慧能大师，那也是上上根啊。 年岁不大了，二十四岁。释迦牟尼佛彻底放下是三十岁，啊，这一放下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、啊、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也是，同时放下，干净利落。 啊，所以吴足将一波就传给他了。啊，这是夜时的误。啊！如果说是两三年误入这个境界，五六年误入这个境界，或者十几二十年。 乃至于三十年入这个境界的，在中国人数不少。啊，你看五灯会员一千七百多人。传传登录，啊，景德传登录，再加上叫下。 合起来，中国这两千年来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能够达到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这个层次的人，我们估计应该超出三千人，这个成就不得了啊！确确实实超过印度本土。 啊，到这么高的城市，啊，两千多年了、啊，有这么好的成就啊！那要加上敬宗，那可不得了了。啊，加上敬宗，我们肯定啊，超过一万人以上。 啊，单单说净宗，啊，净宗要跟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呃禅宗来比较了，至少十倍都不止啊！啊，这个禅宗有三千多人成就，那净宗就三万多了。啊，一般人常讲十万以上啊，我们能相信？啊，有理由相信啊，就是两千年来。 念佛往生净土的，真的十万人以上啊！往生传里面记载，少数人呢、啊，许许多多人念佛往生，没人知道的，很多很多，啊，占绝大多数。所以深一心。 这个净土圣贤录啊，这个这个往生传啊，那都是少数啊。有一些文人学者知道了，给他写传记啊。农村偏僻地方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很多啊。这三根普被也啊，禅宗确实上上根人。 啊，上中下这三根，禅宗几乎都没分。啊，只有净土宗，一生成就啊。啊，八是吧聊生死，出轮回，这个事情办妥了，一生当中就成就了。 凡夫二臣啊，二臣是讲声闻缘觉，劣等不退也。啊，这个例子也能够证证得三不退。啊，这三种不退第一种是胃不退，啊，未不退。 小乘出苦，大乘粗性为的菩萨就真的啊，真的这个位次虽然没有出六道啊，但是他已经得到保证不堕三途，所以叫位移不退啊，没出六道轮回呀。 他在六道里的是人间天上，哎，七次往返，人间天上七次往返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啊，叫位不退第二呢是行是行不退，行不退是菩萨。 不退菩提心不退菩萨道，这个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？声闻缘觉。全教菩萨都做不到。在设法界里面，只有佛他做到。 心不退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他有为不退，行还会有退，你说多不容易啊！菩提心、菩菩菩提菩萨心都会退呀、啊，啊，到什么时候真的不退呢？ 超越十法界，到一真法界，啊，就是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它不退了，啊，不但行不退，又加了一个念不退，啊，这就三种不退呀、啊，通通真的了，啊，行不退，啊，这个这个位不退，行不退。 念不退，那什么？念念都去向无上正等证据。啊！因为他障碍没有了，啊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尘沙烦恼没有了，无名烦恼没有了，就障碍没有了，所以他只有进呢，没有退转啊！进的速度各人不一样。 啊，有些更新力的进的速度快，有些速度慢，但是它绝对不会退转。啊，那么凡夫二乘也能够证得三种不退。 这个太稀奇了，啊，太稀有了，啊，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得到，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这是什么呢？戒障、迷脱、一尘、怨海，六字红名之力。这一句话要记住啊。他为什么能做到三不退呀、啊？靠。 阿弥陀佛，本愿为一生的加持。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叫一尘愿海。啊，还有修行呢，这个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六个字啊，就能保证你一生。 真得三不退，这个法门难行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这不是靠自己力量，全靠他力啊。虽然全靠他力，自己要不是真心。 要不是真正发愿、真正念佛，那阿弥陀佛的力量加不上，也就是帮不上的。啊，佛虽然有能力，帮不上忙，你自己要愿意接受佛的力量，他就帮上忙了。啊，只要你真的能相信。 真的发院，真的接受了，你这一生真成就了啊！我们看到典籍上记载的念佛王僧人很多，我们看的王生传记啊，啊，那是过去的，现在念佛人。 我们很熟悉的，我们曾经是很好的同餐道友，啊，现在他们先去了，走得那么自在潇洒，让我们看到了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啊，不生病。 欲知时至，晓得自己哪一天走，啊，邀请大家来送行，开往生大会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。 欲知时知，不生病。啊，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该出说人间有大福德的人也能做到。啊，我还能够记得。 啊，小时候，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，祭祀了。啊，我们家乡一位老太太，临走的时候没有生病，好端端的，告诉儿女，她要走了。啊，告诉她什么时间，很准确。 家里人都到齐了，那个时候还是大家族，所以我还看到中国传统的家，啊，他有十个儿子，没有分家，啊，是个大家族。那个时候家里人已经是，呃、哎，人丁不是很兴旺了，啊，还有一百多人，啊，这么一个家族，我跟他们家里有亲戚关系。 啊，我的姑母嫁到他们他们这一组里头。啊，瑞香西游啊，啊，好端端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就走了。啊，他们不知道念佛。啊，这是我这个能够记得的。 这是有福报的，一生积功累德了，善行善行呢，所得的果报，啊，以后我们学佛知道这三天。 啊，这种走的，我们晓得他福报很大了。他走的时候，天人来迎接他了。啊，也有仪仗队也列队也欢迎了。啊，那念佛人走的时候，阿弥陀佛、观音识智。啊，很多人来迎接。 啊，这在佛门里面，许多同修都知道啊。啊，知道自己要真正立下志愿，他行我也行啊。他这一生能成就，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 那细心想想，他怎么成就的？这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才是真正的离苦的路。六道轮回苦啊，永远脱离了。啊，极乐世界。 借势阿微月智菩萨，这就是真路。啊，永远不会退转到十法界，当然更不会退转到六道啊！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 啊，做佛就是回归本性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你回归到本性本善，这在佛法讲成佛了。啊，回归自信了。啊，这是就近的圆满。 啊，唯有回归自信，你才有智慧、有能力帮助啊法界虚空界无量的苦难众生，你才有这个能力。你自己没有到最高的成就，你就没有这样的能力。 啊，那么这种能力出现在十报图就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十报图里面，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中国禅宗所讲的明心见心，见心成佛，你就有一个能力。 啊！可是，在净土中，特别净土中，一往生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弥月智菩萨嘛。啊，不管你是是什么样的品位，啊，凡圣同居徒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弥月智菩萨，这这不这个得了吗？啊，这就是你具有。 这样的啊，但是这个能力要知道，不是你自己有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微尘加持你的。啊，什么时候到你自己有呢？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，大彻大悟了，那就是你自己本有的了。 你在没有大彻大悟、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你跟诸菩萨神通的能完全相等，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啊，不是自己的，这叫他力法门，仗他力往生，也仗他力度化一切众生。 尽宗之所以究竟方便者，即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众生因地初心，因大果海，果彻因缘，因果同时，感应难思，此又是他力之妙用。 这是念老进一步为我们说明：，净宗在所有宗派里面，成为旧金方便。 啊，究竟两个字不容易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乘方便门没有一个加上究竟的，只有这一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往生就是成佛啊，所以成就近了、啊。它的原因。 就是以弥陀无上果觉作为我们现在修行的阴心、阴地法心啊。那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，如果了解的不够透彻， 就会有疑惑，这个疑就会产生很大的障碍，啊，疑是什么呢？<coughs> 你信心发不出来。我们冷静去观察，啊，就在当下。 学净宗法门的同修有多少？几个人真心？几个人真发心、真干？啊！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跟李老师学经教。 啊，李老师是台中联社的创始人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们联社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。啊，联友有多少人呢？有二十万人。十年呢，有二十万人。 老师常常很感慨的说：“啊，一万个念佛的同学，真正能往生的，老师说也不过三五个人而已啊。那这什么原因？啊？唐朝善导大师给我们讲。” 万修万人去，现在怎么一万个人修啊？呃，去的只有三五个，这不成比例了。什么原因？有怀疑啊，障碍了真正的信心。不能说他不信。 啊，虽有信心不起作用，对于这个世间还贪念。放不下了。啊，一个是情执放不下，一个是烦恼放不下。嗯，烦恼是贪嗔痴慢疑。 啊，尽坐，不要你断烦恼，也不要你断情志，只要你的功夫能把情志跟烦恼扶住，它虽然有，它不起作用就行了。这个我们做得到啊。如果说情志烦恼断掉，我们真的做不到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它的条件都需要断烦恼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尽中方便呢，不要断烦恼，扶助就行。啊，用什么来辅助呢？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古大德教我们。 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念头起，情之烦恼念头起。啊，念头起是正常的，六道凡夫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念头才起，你就觉悟到了，你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啊，第一念呢？ 哎，烦恼习气起来了。第二念阿弥陀佛，把它换换过来呀，这就行啊。啊，有同学告诉我，他这个这个这个嫉妒的习气很重，啊，这就是烦恼啊。那嫉妒心一起来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嫉妒心控制住了。 啊，取而代之，这叫做念佛，这叫做会念。那不会念的，一面念佛，一面打妄想，那是不会念的。啊，他有怀疑，他有夹杂，啊，那是不会念的。会念的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啊，他真的能把喜气烦恼控制。 这个道理要懂啊！你要不懂，你就不会念的啊,啊！那古人所谓的“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”，那、嗯、是白念了。哎，倒不能说白念啊！阿赖也是里头。 种下了念佛的种子，这一生不管用。什么时候才管用呢？什么时候你佛号能够扶住烦恼，它就管用了。啊，决定不能让烦恼起现行，这叫功夫得力了。 啊，那也有人问：那那我念佛要念多长的时间，我才能有这功夫？啊，根据过去现在念佛成就的这些人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大概三年。你说真不难呐、啊！啊，这三年怎么念呢？就是烦恼一现行，马上就压下去，就这个念法。 啊，你认真训练三年了，烦恼就控制住了。只要烦恼一控制住，在念佛功夫等级上来说，你就拿到功夫成片了。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有这种功夫的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。 啊，所以一般三年人到这功夫他就走了。为什么这世界不好玩？这世界太苦，不值得留念。他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加入住上善人、住大菩萨的俱乐部去了，到那里去玩去了。 啊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不在这遭罪了，啊，有这个本事，啊，三年时间，你说他是不是应该讲究竟方便？啊，任何一个法门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到。 啊，这个理由就是，嗯、阿弥陀佛，这是已经成佛了。他说：“果觉啊，用他的名号来作为我们现在修行的最初方便啊，我们念这句话好，念这句话好。” 原理是什么？原理是自他不二。前面见，前面我们读过啊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讲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什么是佛？你的真心叫做佛。 佛是你的真心呐、啊！阿弥陀佛已经回归到真心了。我们现在用阿弥陀佛的真心，阿弥陀佛真心跟我的真心是一个心，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念他佛，自他不二。 同时是念自符。自他一如啊，这个成就快啊。啊，因大国海，果彻因缘，因果同时。现在在世上讲，佛是果。 我这里开始学习是因，因果是相应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心是一颗，不是两颗。我们中国古人讲本性本善，这个本性本善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 阿弥陀佛的本性本善，我们自己的本性也是本善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本性本善的名号，啊，这四个字是梵语翻译过来的，可以完全翻出来，因为尊重不凡。 啊，翻出来，啊，这个音，这个音翻作“无”，中国“无”的意思；“弥陀”翻作“量”，“佛”翻作“觉”，“无量觉”。你看看，“无量觉”，咱们中国祖宗讲的本性本善，那个善就是觉了，迷就不善了，觉就是善了。 啊，一个意思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以无量觉做印信，你看，不管什么念头起来啊，不论念头是善还是恶，念头只要一起，无量觉就提醒自己了。 啊，凡于阿弥陀佛，南无这两个字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啊，也是我们全心皈命阿弥陀佛，就这个意思。 啊，他这个里有也有恭敬的意思，意思很很多啊，很多意呵呵。啊，那么这也说出他力的妙用。啊，这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更加以外身一心。啊，这是。 六道凡夫的习气啊，听说有神有仙，那你就很容易去相信他，积磷难治啊！啊，你看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本来是佛，这个很难明了，啊，自己也不承认，啊、哦，我是一生罪业的凡夫，我怎么是佛？ 啊，所以自己自信难持啊，相信别的容易。这一句话，我们今天读到此地，啊，都要有高度的警觉啊。 自古以来，不管是中国、外国，对于灵异都有这个很容易相信的这种趋向。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？ 很难说啊！如果是真的是圣贤菩萨，你异性啊，那是你有善根呐；如果是妖魔鬼怪，是假的、冒充的，那你就上大当了啊！所以，佛在大乘经教里讲的很清楚：，诸佛菩萨跟阿罗汉。 决定不用神通做佛事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用神通啊来戒引众生，妖魔鬼怪都有这个能力，那就佛魔就不能够辨别了。 啊，魔会变成佛菩萨，变假的。啊，所以佛不许用神通，因为说阿罗汉以上都有神通。啊，不用。啊，用什么呢？讲经教学，这个魔不行，魔不会。啊，魔会变把戏。 变我书。啊，你叫他讲出一番大道理，他讲不出来。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呢，在世没有显神通这个事情啊！啊，三十岁开悟了。 啊，物料就是一切具足啊，啊，智慧神通道力全具足啊,啊，他讲学，七十九岁过世，讲经教学四十九年。 啊，那么他后世的学生有没有现神通这些事情呢？也也有，不多。高僧传里面有一部书叫《神僧传》，这部书里面记载的就是历代这些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现神通的。 在特殊条件之下，可以啊，这种特殊呢，影响力很大的啊，国王大臣啊，长者居士，他们有很大影响力的啊，你不显神通，他不相信啊，一示显神通，他相信。 他来护持正法，影响力就非常大。这个可以一般没有信仰力的，你在他面前神通来错了，这是佛不许可的。啊，在特殊因缘，这个人过去生中。 久修善根，现在来到人间，人间一时迷惑，啊，渡他一个人，让他回头，啊，这个这也是个缘分，也可以，啊，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啊，多半这种人呢，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 啊，不是开悟了，就是念佛往生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在六道轮回这一生是最后的一生。啊，不是像这种特殊状况之下决定不许哭，有神通。啊，佛教人，你看从伦理，从道德。 从因果啊，更高等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哲学、科学啊，佛门不提倡这些怪异啊。那么世间人啊，在中国、外国都一样，可以说不分国家、不分族群、不分宗教。 都有个心理，趋吉避凶，这是普遍现象啊。吉凶祸福，谁不关心啊，听信啊，有人知道，啊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总得要打听打听。那到底是真是假呢？ 没人给你做保证的啊,啊！佛对于这个事情讲的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告诉你这些原理、原则，只要你真正参透了、掌握到了，你就不必再问了，也不必听信任何人造谣生事。 问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有道理啊。我们的心正、言正、行为正，你这一生就吉祥如意啊。 你不会有灾难的。如果心不正，言行不正，那灾难就不能避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经上讲的很清楚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都是自己心啊！啊，你看，你念佛的心。 就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啊！你念菩萨，你就成为菩萨，念什么就现什么，感应不可思议，这是真理啊，啊，真实的事、啊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今天这个世界，许多人讲，地球的温度、啊、年年在上升，南北极的冰融化了，海平面要上升五十米，那沿海城市全淹掉了，那很多人着急啊，啊，这是不是谣言呢？在佛法讲，这不是谣言。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是我们居住地球上这些众生心神所感召得来的。怎么会感到这种水？这这个天气变暖呢？海水上升呢？天气变暖是嗔恨心所感。 成会是火啊，嫉妒也是成会的一分呐、啊。贪婪是水呀、啊。那佛教导我们：熄灭贪嗔痴。 勤修戒定慧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贪心水灾；嗔恚心是火灾；温度上升是水火灾；欲痴是风灾；傲、哦、慢。 是地震啊！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断掉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。你相信不相信？不相信，那后头个怀疑贪嗔痴慢疑，你对？ 佛菩萨、古圣先贤、先贤讲的话，你怀疑，你不相信，那就是中国有一句老话说：“不信老人言呐，吃亏在眼前。”你不相信，啊，你不肯听从，那你就得受灾难。 你要能相信，真正能做，他灾难真化解了。啊，这是对我们外面的环境，对自身的，大家非常关心的健康、长寿啊！啊，你的心态如果好，心地善良。 你哪有不健康、不长寿的道理？啊，寿命是有一定的，谁给你定的？自己定的，自己前一世定了今世这一生的命运，我们这一世的行为决定来生的命运。 啊，所以命运不操纵在别人手上啊，在自己手上啊。中国古圣先贤不是凡人呐。啊，我学佛之后我常常在想。 古圣先贤全是佛菩萨再来的。为什么他们智慧太大了？他们留下来的教训真理，超时间、超空间，任何地方它都准。 都能行得通啊！如果真正能做，人人都不违背，我们地球就是极乐世界，那就不必念佛到极乐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了。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我们只好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。啊，大家都相信，我们就不必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造极乐世界。啊，只要这个地球上的人，啊，人人都能够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儒家。 《乐时感应篇》是道家的，《乐时十善业道》这是佛家的，啊，这三样东西、啊、文字都很少。你看《弟子规》总共一千零八十个字，《感应篇》也不过是一千五百多个字，啊，《十三夜道经》长一点。 我把它做了一个戒本，啊，做了一个戒要，六百多个字就行了，啊，人人都能遵守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不违背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人造出来的。 啊，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了。如果反方向的去造，啊，造的是无逆食物，那就像很多外国预言家所说的，这世界末日就来了，这个地球会毁灭。 啊！地球上的生物同归于尽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与上帝不相干，与阎罗王也不相干，与佛菩萨更不相干。世出世间一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。 大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，啊所以吉凶祸福，不要问别人了，问别人是迷信的，问自己是决定正确。 那么也有人问我，啊，这个法师有很多通灵的人，啊，到我这来跟我接触，啊，之后呢？ 打着我的名义在外面做不好的事情，这事情我不知道啊！啊，这是道场，设方道场，什么人来，我总不能说我不接见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接见照一张照片，这平常事情。 啊，这都不能拒绝的。啊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啊，那他要拿我们这个名义到外面去宣传，啊，去去壮大他的声势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啊，这是国家法律应该要管的。 啊，我们管不到啊，这平常事啊，啊，所以佛门弟子最重要的是要听经，不要听信谣言啊，要听经。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说的很好。 《礼记》里头的“难啊，无苟免了；林财无苟得了。”啊，利益财富现在面前，要想一想，我应不应该得到？不应该的，不去啊，灾难来了。 我应不应该避免？啊，想一想，啊，说是将来水涨海水涨上来了，香港也被淹没了，我们实际是不是要找一个高一点地方去居住，避开？我告诉大家，临难无垢明，我跟香港共存亡。 哪里有好地方请我，我不去。我在这里讲经教学，活一天讲一天经。啊，海水还没涨上来嘛，着什么急嘛？啊，常常告诉同学，啊，真正肯修的，我们生命只有今天这一天，不要想我还有明天。 你在那里打妄想，明天还没到啊！你想他干什么？想过去，想未来，都是错误的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想他干什么？啊，未来还没有未来，不必去想他，只要今天抓紧，你就能成佛。古圣先贤的教训呢、啊？ 佛菩萨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啊！又何况佛说得好：“境随心转。”我们这个地区啊，人心善良，行为善良，这些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不会遭难。 啊！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，难得！我看到这些报告，很欢喜啊！啊，他们说的这个善行的人数多少人呢？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的平方根啊，计算出来多少呢？这全世界呢，八千人。 有八千人能够断卧修善，就能救地球啊！六十多亿的人造恶，八千人能救吗？那凭什么？凭邪不胜正，一个善人。 能够救一千个邪人，邪不胜正嘛？啊，那我们相信，这个地球上有超过八千人这样的善人。啊，我们从哪里看呢？从宗教里面看。 你看这个世界，大宗教，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善人，啊，真的，他们不要名利，啊，他们清心寡欲，啊，真正是好人。 啊，宗教里头就不善的现在也不少啊，但善的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在全世界几十个宗教里头，啊，我们想八千人应当是有的。那么，这个地球上再大的灾难，不至于灭亡。啊，还是有救。 啊，觉悟的人越多，这个力量就越强大。啊，那么灾难呢会减轻，灾难的时间会缩短，那肯定的嘛。 讲经教学里头，特别对于佛门弟子啊，首先考虑到要保自己，自己保不住，你怎么能能度别人？啊，怎么样保住自己？要勤修戒定慧。 要整改，啊！别人不干，不要去理会他。我们自己的，这是好事情，这是应当要做的。啊，净宗同学，修学基本的理论是“敬业三福”啊，那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。 三条是一句，好记啊！你只要掌握住，绝对不违反啊。第一条里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善业，四句。啊，头两句是孝亲尊师。 落实在弟子规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孝亲尊师就做到了。啊，第二句落实在感应片《感应篇》，《感应篇》里面讲因果报应，一共讲了一百九十五桩事情，善有善报啊，恶有恶报啊。 你能把这一百九十十、九十五桩事情啊，你天天反省，哪些做到了，哪些没做到？认真学习啊，《十善业道》里面纲领就是十句啊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 不妄语，不念时，不祈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就失去了。啊，通通都能做到。啊，再大的灾难来，你不会受这个灾难。 你居住这个地方，啊，由于你自己的修行，啊，你是一个善人，这个地区人也托你的福。你越认真修行，啊，你的这个德行、功力越高，影响的范围就越大。 啊，这个地区灾难可以减轻。啊，这真干了、啊。啊，纵然是共业，不能避免我们在灾难当中求生净土。好事情呢、啊。啊，灾难死伤很多，个人去处不一样啊。 有人到极乐世界成佛，有人升天，有人在三途，不一样。啊，自己总得清楚明白，啊，你心里头就有主张，你不慌不乱，啊，灾难现前你还是如如不动，对自己能做得了主。 啊，所以这是说到了这外圣易信，的吉灵难明啊，这是这两句话讲的好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是以巨富反福啊，但能信啊，只要你能够信，信什么呢？有世界。 明月几落，其土有佛，好阿弥陀。<laughs> 这两句话是阿弥陀经上的。你只要真正能行啊，就行啊。深信是两个有字，啊，有世界，有佛，好阿弥陀。这欧耶大师讲的，这两个字太重要了。 啊，偶一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沙门，西是西方，西方有就是，你看他就是从这个名字就从这两个有字来的。啊，游世界明月记录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啊，叫西游沙门啊，切愿往生。 夜相持名，即可如愿，金灯不退。啊，越要恳切。我对这个世界什么愿望都没有，就一个愿望，希望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间通通放下了。啊，一心就想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就真去了，不是假去啊。 啊！意向持明即可如愿，啊，向是方向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啊，用持明的方法就能达到，啊，即可如愿，啊，满足你的愿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精神快速。 你就真得三中不退转了，是乃凡与所同的。凡夫愚人都能办得到啊！前面跟诸位提到啊，地贤法师的徒弟郭罗将。 那是凡夫愚人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贫苦交间、啊。啊，耕地、先发丝。 是从小在一个农村长大的，地仙法师出家了，出名了，大法师了。啊，他找到他这个老朋友，啊，要跟他出家。 心地非常恳切，地仙法师成就他了。你看，就是一教他就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，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啊，在寺庙里头没有人瞧得起他啊，是不能住寺庙，在乡下找一个破庙。 没有人住的，叫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头，就念一句佛号，啊，什么都不会。告诉他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。他真听话，三年没有间断。往生的时候欲知是指站着走的，有本事啊！ 啊，乡下的佛教徒看到，到关中寺去报信。啊，你那个徒弟的时候，往生了，站在那里。地仙法师，到他那个小庙里面去看他。三天了，往返，三天，死人站了三天。地仙法师，这个办后事，佩服，你没有白出家。 啊，这些名山宝刹，这些方丈大和尚，不如你；通宗通教讲经的这些大法师，也比不上你。这个话说的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哪一个大和尚的时候、往生的时候、走的时候，能站三天呢？ 一句不好啊！啊，所以凡愚所同能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？你肯干，你也能。若独念救民自心，则为上智所看人。这个救是穷救，民是民心啊！这就讲是，要是。 讲到明心见性，那不是普通人做到的啊！那是上智啊，佛家讲上上根人、啊，他才能做得到。法藏菩萨于因地中，悲愿宏深，开贤慈，他力法门，是以事称。事趁 弥陀乃大愿之王，啊，所以称赞阿弥陀佛为大愿王啊。下面是又密宗也是他力法门，密宗跟净土宗是同一个方法啊，佛法。 讲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，给诸位说，就变成三个门了啊。好比什么？我们讲堂啊，这一边同学们，你看你们都从四面八方来，你进入我这个讲堂，这个讲堂只有三个门。 随便从哪个门都可以进来，进来都是一样的，绝对没有差别，啊！但是三个门，这三个门绝真进，啊，禅宗、信宗是走绝门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进来了，啊，教下，啊，像这个天台宗、贤首宗、法相宗。 这一些教下的研究经教的，他们是从的这个三门里面正门啊，觉正经正门正知正见，从这个进来的。这个净土宗呢，是从清净心；密宗也是清净心，这两个宗派都是从进门入。 觉真净这三门啊，但是密比净土那是更近。啊，它真的叫纯净。净土中没有它那么纯啊，但是净土中的成就比它多。 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懂的，啊，这是佛学常识。我的老师，密宗的上师。啊，我初学，他把密宗这些常识跟我讲的很多，所以我知道。啊，密是上上净土，不是普通的进土。啊，你看净土宗，对于财神明是谁？ 远离它，不沾它，就算进了，就算清净了。密宗是什么？密宗让心地清净，戒除心地都不染，这是真功夫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是通过真正实现实现的，在这净土中是远离啊远离不沾你才净啊，啊，他那个不一样啊。 他完全是湖光同尘啊，而一尘不染，那是真金啊！张家大师的时候告诉我，如果你，你说这个这个这个密宗共具都是金银七宝，那真的，你对这些财宝起一点贪心呢，你就完了。 堕地狱，所以他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狱，没有当中的。净土终有当中的，啊，密要不成就就堕地狱，啊，所以那是很难修的，的很不容易啊。啊，我跟老师。 三年，啊，他老人家往生了，啊，要不然我不会离开他的，啊，我修佛的基础，他从他那里垫的，啊，延迟戒律，啊，这是根本意。你没有戒律，你修什么？ 阴界得定，阴定开慧。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走的一条正道，成佛之道。啊，你要不依循，想另外走一条路子，决定走不通啊。 密宗也是他理法门，同属国教。借是从国起修，此书生难思之他理门，正是弥陀悲愿至切处啊！也正是尽密二宗方便就竟处。 啊，这个地方要知道的净土宗，好比学校里头是大学部分；这个密宗呢，好比是佛教里头的博士班、研究院。啊，成佛必须要最后。 那一关要通过密，没有密那样进，不能成佛。所以密宗真正修密的是什么人呢？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《华严经》上讲：“粗诸以上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” 啊，粗竹以上，他们修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密宗的等级跟中国这个这个南传的，就是能大师所传的这个禅宗等级是相等的、平等的，上上根人，中下没分呐、啊。 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啊。我们初学的人，大师给我们传授三规，啊，教我们一个咒，那叫什么戒缘皈依，啊，那不是真正学密了。啊，真正学密从哪里学起呢？从显教学起，就是你学学要从大学部。 啊！你要拿到学士，拿到硕士，再去念博士班，这 <laughs> 这么这样这样的啊？密是博士班啊！我们这个晋这个晋宗啊，是学学士、硕士，他那是博士班啊！我跟大师三年，我对于密宗尊敬、敬仰。 啊，他们叫我，我说我老师说的，我没有这个缘分，没这个根性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能随随便便修的。啊，所以这一定要懂得。啊，那是真正修，不起心不动念啊，那我们净土中呢是修。 不分别不执着，他那是最高的。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这是说出了密宗的殊胜。黄老居士他学过密宗，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，告诉我。 新中国成立，他说到现在，啊，那个时候还不到六十年了，说这个话都十几年前了。中国学学密宗成就的总共只有六个人，你看修密的人多少？他说总共成就的，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总有四十多年了，啊，才只有六个人。 净土中成就的，那你没法子计算啊！净土中待业往生呐、啊，啊，密宗呢？密宗不待业，一个带业净的，一个不带业净的，不一样啊，差别很大了啊！所以对密宗的时候，一定要尊重。 它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在别教来讲，登地的菩萨，他就修灭了。啊，灭里的主要就是修不弃心不动念。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啊，自己是在定中啊，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就是这个，在这个时代嘛，这什么都变成假的了。啊，我在新闻里面看到。 那很多很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宴会里面喝的酒是假酒，害病呢，医药是假药，那可能一定有假医生。啊，什么都是假的啊！啊，邪教里头有假的，密教里头大概也有假的了。 我们要不认识清楚，那怎么会成就啊？啊，总的要把它认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学习，自己清楚。这个下面几句话讲的很好。 盖自他本来本二，肯仗他力，即是于此难信之法能生静心、啊。呢？难信能信全由当人之无上智慧，此即是自理 啊，所以你能够相信，说明你有智慧。你要信得那么认真啊，那么恳切，那你是真智慧啊！真智慧的人，他就会真成就啊。这种人不多，是有。 我们一生当中遇到好几个啊，真成就了。对于这个法门，锲而不舍呀、啊！啊，说老实话，我对这个信心，我讲的很老实。我对于佛的信心，最初只有七分呐、啊。 啊，到相信净土的时候，差不多是二十多年的时间了，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，在大乘教里把这桩事情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接受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！啊最初学佛，我的信心是尊敬老师。 啊，老师介绍的，老师给我讲的这门课程——佛经哲学。啊，我跟他学哲学。啊，由于对于老师的这个敬仰，啊，入了佛门。啊，那么哲学意味，说实在话。 经中是有，但是一般人讲不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偏重在大经大论的学习上。啊，以后遇到李炳南老就是。把净土宗介绍给我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不肯学。 啊，他叫我看《印光大师文超。我做了文超之后，真的对金钟不反对了，知道这个里头有很深的东西。啊，渐渐的欺辱啊，啊，真正相信，我要告诉诸位。 我讲法华，讲论语，讲华言，华言经讲了一半，看到文殊普贤带着华藏世界四十一位化身大师求生净土，我简直吓了一跳！啊，我从这里才相信。 啊，到最后，华严法华，一切大乘经教，最后都是回归到净土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呐。无量寿经确实。 没有一个好的本子，所以汇集是有必要的。啊，这个汇集本才把金宗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彻了。啊，真的是稀有难逢啊！现代人有福报。 他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啊，所以男性能性，全由当人者无上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你自信本具的智慧，这是自律。但能信如，老实念去，自然能所念忘，自信狼显。 从四尺到立尺借凡心成佛心，尽宗之妙全在于此。这难心之法，但是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呢，哎，它就变成不难了。这个妙啊！ 啊，东北刘素云居士是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他做出来给我们看。五十五岁遇到的，遇到佛法，哎，他就能相信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当人之无上之慧。 他现在真干了、啊，啊，到这边来过，同学们问他：“你是用什么方法成就的？”他说了六个字：第一个老实，第二个听话，第三个真干。他说我就六个字，啊，这六个字他做到了，真老实。 啊，一生不沾染名利，一生不妄语，没有说过一句假话。就他相跟，啊，接触到佛法，他相信，他听话，啊，听懂了佛经里头讲的两句话，他听懂了，啊，这两句话我常讲，哎。 人家听得都很熟啊，但是你没去做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就听懂了一句，啊，所以他就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一门深入，跟这讲的一样。 啊，一天听经听十个小时，就听《无量寿经》啊。那个时候，大概是我在九八年在新加坡第一次讲的。啊，在那一段时期，我每年到新加坡去住一个月，讲一个月经。 啊，那时候用录音带，还没有光碟，啊，一个小时一把。啊，他拿到这个，大概现在已经做成光碟了，啊，一个小时，每一天呢就听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听十遍，那、啊、常识新修嘛，一门深入嘛，就听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听十遍。 啊，那这一部经听完两个月，啊，这两个月他听十遍，听完之后从头再听，这样听十年，十年没有改呀、啊，啊，十年成就是什么呢？戒定慧都成就了，他开智慧了。 啊，他讲《无量寿无量寿经》，不要用经本了，头头是道啊！啊，在佛法讲，他得念佛三昧，啊，开悟了，一精通一切精通，他没有接触过的这个经本，任何经本。 你请他去讲，他都讲的没有问题，全通了。五十六岁到六十六岁，你看这一生当中，这个十年没有白过，证明了佛经上所讲的。 也门深入啊！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“教之道，贵专”啊，学习也如是啊！啊，真学那就是专呐、啊，专精呐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！儒释道今天没有人才。 大家都晓得，人能弘到非道弘人呐、啊。寺庙盖那么多没用处啊，没有人呐、啊。人能弘到啊，人怎么培养出来的？ 像刘居士这样的人就出来了啊！如果有个学院，大家在一起修学，那个佛宝多大了？我们现在人没有那么大的佛宝。所以这个缘呢就不成熟。可是你自己修学呢，一样成就。 啊，就是在专精，除这一门之外，头脑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古人说：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那就开悟了。啊，为什么千遍？这是定功啊！你定下来了，你把你所有的妄想、杂念都念掉了。 啊，像我们这经体上去，你真正得到清净平等觉了，觉、就是开悟了，平等是定啊，啊，平等是念佛三昧也，觉、就是开悟啊,啊，十年开悟了，用这种方法。 你学佛，你就成菩萨了，成佛了，啊，最高的是成佛，其次成菩萨。你要是学儒，你比如你学一部四书，甚至于我学一部《论语》，你十年这样，你就是近现代的孔子啊！啊，你要是学道，你就是神仙呢、啊，不是做不到啊。 人人都能做到，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只要锲而不舍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刚学佛，刚刚出家，啊，同参道友很多啊。 六十年过去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了，其他都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肯干嘛不坚持吗？啊，我这一生也是老师教的，啊，张家大师教过我，的。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一生不改变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，我学成之后天天教学。 天天读经，天天教学，没有一天困过我。啊，我常常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希望真正有心人听到了真感，他就会真有成就。天下无难事啊！ 成功的秘诀在恒心，在专业，不能搞多，搞多就砸了。啊，你比如十年，你学十样东西，学了一些皮毛常识，一样都不精。啊，生门课，十十年搞一样东西就通了，通到自信了，通到自信，事出世间法全通了。 这个道理要知道，啊，事实，你看这么多大德做出好榜样来给我们看，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那是，但能信如，你真相信，如什么接受了，无条件接受了。 啊，老实念去，就得一句六字后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老老实实念去，啊，自然能所念忘。啊，为什么叫你听经？为什么叫你读经？啊，读经听经，是因为你有疑惑。 能帮助你断一生信，好处在这里啊！啊，你成就之后呢，帮助你弘法利生，让你开智慧了。这一句佛号，如果是。 不听惊教，啊，不读佛经，单单念的一句佛号，像锅炉匠一样，成就了，表演给大家看。三转法轮里做正转，给大家做证明。 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呀、啊！那人家看到你相信了，没话说了啊！如果发心弘法立身的时候了，那你不能够离开经教啊！要成就自己智慧，<coughs> 所以老实念去，自然到。 能所两忘，这是什么境界？理业心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所以下面去讲的这句话：自性狼性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在净土宗里面叫理业心不乱啊。到这个境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直接生十八土。 他不会经过同居土、方便土，他不通过这，他直接到十八土去了，叫花开见佛。那他不是阿弥陀佛为身加持了，啊，他自己见性的啊。所以从四持到理持，啊，开头老师念佛，这是四念。 到最后是念的离职了，即凡心成佛心，他真的成佛了。理业心不乱就是成佛了，理一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级别，啊，境界完全相同。 尽宗之妙，全在于此。方法简单，容易啊，快速，可靠啊啊！而且成就，是无比的殊胜啊！它不是小成就，大成就啊！ 法藏菩萨，臣名非我境界后，乃其情，世间自在王如来，为之广说诸佛之无量圣妙刹土。我若得闻如是等妙刹及其摄取之法。 我当思维修习，适当圆满我之所愿。啊，这就接着下面的经文了。啊，法藏菩萨跟这个世间自在王佛这一问一答。 是在教训我们呢、啊，啊，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，啊，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的，啊，我当思维休息，这就是经常常说的。 一切法有心相生，这是总的原则、总的原理啊！自在王佛用的方法非常巧妙，把设方一切诸佛插图。 用神体变现在他的眼前，让他全部看到。啊，你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。法藏菩萨的方法，取长舍短，设方。 一切诸佛插图里面好的全要，不好的通通不要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诸佛插图里面最殊胜的、最完美的、没有丝毫缺陷的这样一个一个修学环境啊，不是凭空想象的。 世间自在王也非常聪明啊，也不必跟你细讲啊，你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